大家好，我是 Leon。 Hi Chris。 哇，好耐未試過嚟啲咁心曠神怡嘅地方。望海喎，做咩事啊 Leon？ 望住對面橫琴，你係咪想帶我去對面橫琴食餐飯先？而家即係通唔到關啊嘛，咁啊望下先啦。得個望字嘅啫喎。我平時去對面嗰度嘅橫琴嗰個咩市區嗰度邊食飯好正嘅喎。係嗰啲農村嗰啲菜咧，梗係啦。但係其實我哋就去唔到啦，暫時嚟講啦。呢度嘅位置喺邊度嚟㗎？呢度其實就係路環啦。咁其實我哋大家嚟到呢度，大家其實大家都咁上下估到㗎啦。啊，冇錯啦。其實我哋嚟路環唔係譚公廟嚟嘅喎，唔係睇譚公廟啊。係，我哋其實今日咧主要咧係嚟同大家介紹前邊呢架核酸車。嗱、啊，我以為你係賣車添，其實嗱呢架核酸車咧就係聽講係我哋政府咧，即係喺呢個疫情之下咧。即係最新的安排嚟嘅，係咁亦都相當快的動作，就是話安排了啲流動的核酸車，就方便啲市民咧去即係一啲核酸站度做核酸啦。咁其實依家睇，今日就冇咩人做啦，因為我哋已經係去翻正常位置啦嘛，係嘛？係，咁我哋唔好走咁近，因為核酸站咧就唔係咁好影響嘅。OK OK， 咁其實咧我哋睇到啦，平時啦，我諗上個禮拜咧仲應該係人頭湧湧嘅，咁今日就清靜啲啦，係嘛？係，其實我哋今日都見唔到有任何嘅人龍排隊，咁我諗相信啲做核酸都非常之快喺度。冇錯，咁其實咧之前咧政府咧引入呢個核酸車，可能開頭嘅時候得三部嘅啫，後期好似再多咗好多部，我都唔係好記得有幾多噶啦。係，咁我哋都必須要即係讚揚啦，即係大家應變非常之快，咁快就可以整到咁多部核酸車出嚟。所以你就睇到我哋政府其實係喺呢方面係好著力嘅。今次我哋抗疫成功，真係有賴政府嘅啫。啊，係。咁啊，啲核酸車我覺得都係相當之好啦。其實啱啱見到有個市民去做採樣啦。咁啊，基本上我覺得其實一流程嚟講咧，澳門周圍都好方便地去部署嘅。如果你有核酸車嘅話，可以睇到呢度譚公廟啦。其實如果對於路環居民，在這裡做核酸呢就方便一點。以前裡面就有保安部隊高等學校的那個核酸站，其實但長期來說真的不行的，即你沒有可能長期拿人家學校來做核酸站，是它始終要運作的，所以用核酸車這件事我覺得是絕對 OK 的。這個想法也 是相當上乘，而且接下來政府呢將會在不同的地方做一個叫固定的核酸的採樣，是即好像有幸街市啊或者康宮廟那裡都已經在做的了。我相信呢未來呢我們澳門呢即使不好意思再有疫情都好，我們都可以很快地去處理。但有一件事要提，核酸車都叫做有瓦遮頭的，是戶外站呢其實就只有一些帳篷，可能落起雨或者即萬一一個不幸打風呢，這樣就即比較麻煩少少，可能狼狽一點點、但是我們想到到時政府一定有辦法處理的、可能做一些固定一點的棚，掹兩口爆炸螺絲在地下就 OK 的了。好，今天這個介紹核酸車就到這裡為止。好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